大家好，我是胡服骑射，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们今天的话呢，来给大家做这一款长弓阿帕奇所推出的这款 Angel Engine 天使引擎的粉红色版本。那这个模具本身是来自于领袖之证 F1 版的 RC 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模具。那么这一款 RC 的话呢，在当年有推出一个限定版的套装配色，它是大黄蜂跟 RC 的一个组合包。那里头的大黄蜂呢，是好像用纽约的计程车的配色下去做的，然后 RC 的话呢，则是使用了G1 里头 RC 经典的粉红色呢下去做一个它的一个重新的一个颜色的一个配置。那 RC 的话呢，这个是最新的这个 Kingdom 系列啊，或者是这个地球崛起系列里头的 RC。那评价怎么样，大家就自己心里有数了啊。那雅西的话呢，粉红色，然后这一点是没什么问题。至于机车的话呢，其实它第一次，就我的印象里头吧啊，它以机车的形象出现是2007年电影的时候，它是以一个电影里头没有实际出现，但是有推出玩具的这个形象。那这个模具相信，拿出来应该很多人会有很好的回忆会涌上心头啊。我们做这个玩具开箱的这个老祖宗啊，Shaw Adventure 老肖他的第一集的节目呢，就是用这款2007年 Deluxe Class 的 RC 呢作为他的一个开场。那也在那之时呢，那个时候我对变形金刚其实还没有很入坑啊。那我的一个印象就是，哦，RC 是变成这个摩托车的。那之后的话呢，在领袖之证的时候呢，也算是呢在动画的系列里头，应该是他第一次以这个摩托车的形象出现。因为在 G1 的动画以及08动画呢，它都是变成一个四轮的一个外星的一个车辆。OK，那这个简单的跟大家描述了一下我对雅西这个人物的进展啊。当然电影第二集的时候有推出 RC 的这个 Deluxe Class 的摩托车，而且电影有确实有出现啊。那总而言之呢，粉红色的配色再配上机车的载具。这个应该是已经融合了我所知道的这个雅西的所有的元素了。那我们的话呢，就这个大小比例当然是不太对啊，大人骑小孩子的一个车辆。我们暂时的呢将这一款，哎，这动作真是难看啊！这个 RC 的玩具啊，讲到这个啊，从这个已经之前提过了，从 IDW 的 Deluxe Class 之后啊，这个雅西的玩具，官方的雅西的玩具。真的是做的每况愈下啊！这越做是越是不尽人意啊！到了 Kingdom 系列，已经变成是卖不出去的一个山鸡货了。那么阿帕奇呢，在先前的话呢，有推出这个金属涂装蓝色的这个版本。其实这一款的话呢，严格来说，它的漆面来说，确实是比较容易去刮漆，在变形的时候比较容易去受到一个战损的一个效果，自带战损效果。但是呢，它有一些简单的小改模了啊。那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的话呢，愿意把领袖之证的玩具呢再拿出来呢，给大家就弥补一些缺憾。改也是改了，但是这一款的一个漆面确实之后得到大家比较多的诟病。但是这款粉红色的话呢，则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它都是塑胶的原色，所以呢，在这个刮漆的这个部分呢，它就是不存在这个问题了。那它身上的这些配件啊，这个拿掉的话呢，你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以及它原本这个在之前的金属配色板所佩戴的这些双枪啊什么啊，这些东西的话呢，通通都还是有附带有给我们的。那 OK 吧，那这个模具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我就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形的一个示范啊。它的一个变形的话呢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这个模具经典就在这。首先把这个地方这个给掰开来，然后两腿的话呢顺势的将它给掰出来。那这个腿掰出来之后的话呢，两侧呢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开。那我当年呢，在这个拿到官方的这个版本的时候呢，在这个地方的变形的话呢，是很多人是掰开的时候就断掉啊。但是之后的话呢，就实际上把完好像其实没有那么危险。这个地方是一个双动关 双动关节，记得再把它给往回推回去啊。在变形的时候呢，是先把它整个的往外面整个的抠出来，然后呢躲开，让脚掌能出来之后呢，再把它反折回去啊。这个地方的变形的话呢，是这样子完成的。那么这一款的一个关节的一个紧实度，我觉得也比这个金属漆版本，我觉得是好上非常的多。那这两个地方的话呢，我已经刚变形的时候已经不小心把它给戳开了。
就顺势的把这个手的话呢从里头给翻出来。但是呢由于这一款的关节呢是比较偏紧一点点啊，特别是它这个二头肌啊这个地方的一个紧实度是真的是比较高的啊，如果你掰的时候呢不小心的话呢稍微用点力啊，很有可能就是连这个球形关节这个地方受不住力它就给撑开了啊，就跟各位提一下，如果你愿意上一点细油在这个二头肌这个地方的话呢啊，这个问题也就可以得到一个解决的，也就可以得到一个解决的。这个地方把它给手臂啊将它给翻出来，或者是把这个地方给翻开，这个手翻下来，那这个二头肌这个转动啊还是一样，提一下这一款的二头肌非常的紧，扣好到这边，然后的话呢把手臂自然下垂之后，我们可以先考虑一下把这个腰部的话呢作为180度的旋转，后面的这个女王蜂的这个尾巴这个部分是往下放下来的，接下来就整理它的一个这个车头灯的部分啊，货真价实的车头灯的部分，来这里两侧给掰开啊，这个卡扣的话呢真的都是偏紧一点点，那这个塑胶感觉还不错啊，就感觉扎实的程度是 OK 的，然后两个车的这个把手可以收进去，再来的话呢直接把这点往上提，然后将这个胸部的话呢车头灯的话呢给往下放下来到这边，然后就是把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旋转180度，待会呢摆到后方去，轮胎的话呢可以先转侧边，好放到后面，然后我们把这个胸口这一带地方给打开，先这样打开，不对，胸部太早放下来了啊，应该先把头给翻出来，好盖回去，再把这个胸部给放下来。这一款这个 F1 版的 RC 呢，它跟后面的这个 Lobus in Disguise 的版本啊，以及更后面推出的一个 Beast Hunters 的一个版本相比的话呢，最优秀的一个地方应该就是它的一个胸部啊，它的一个胸部是算是有一个参与到变形了啊，参与到变形，而且它有一个可以上下左右两边搓动不一样的一个高低的一个效果。最后的机器人形态呢，刚有跟各位提过，它的各个关节来讲的话呢是比较紧实的，各位可以看到它的一体性算是非常的好啊，特别是这个脚踝的部分呢已经不会那么样的一个松弛了，然后它身上的分色来说，严格来说呢反而是没有之前的一个金属版的配色那么多啊，我们稍微做个简单的小对比好了啊，这个呢是原本的这个官方的这个配色，我推测吧啊，它这个应该是因为我没有这个粉红色的这个官方的那个模具，你看这个小臂的话呢跟整个一个上面啊是完全同一个配色的，然后呢这个多出来这个手腕这个造型的话呢则是你看原来的这个模具是没有这个手腕这个地方加大的，但是我们这一款模具的话呢因为它这个地方有多出一个造型，所以这个地方它有做一个分色，其他的话呢分色的话呢其实是没有这个金属配色那么多，你看它那个小臂跟上臂的话呢是有做出金色是做出蓝色跟黑色的一个分色的，那其他的一个部件来看的话呢这一个的话呢严格来说的话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本身塑胶原色就是这个形态，把玩起来的压力的话呢可以说是少的非常的多，那配件的话呢也通通都具备，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头雕的部分啊，其实它的一个头雕呢由于呢两侧的边缘啊，它是用了有一点金属光泽的一个粉红色，但是因为它的一个面雕是银色，两边都是亮色啊，相比较之下的话呢反而是这个脸就感觉好像变得有点黑啊，如果你光打的不是很够的话，它的一个面部的话呢感觉反而比它的一个身上的白色呢感觉都深色的多，那眼部的话呢其实透光性呢也不算太差，但是呢因为它的一个眼睛啊里头啊它里其实瞳孔，各位我尽量给各位看眼睛，看到没有，它的瞳孔啊其实是有另外刻画出来的，但是它没有像这个金属配色版它把这个瞳孔的部分呢另外再加了一个颜色，所以它的一个眼神的话呢感觉没有原本的这个没有这个之前这个金属配色这么样的有神，那我们再对比一下原本的这个官方的模具的话呢一样瞳孔是有做出来的，它的一个透光性的话呢可能比这一款感觉还要再更好一些些，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个整体配色，因为它旁边的这个粉红色啊跟这个金属粉红色都太亮了，导致于它的一个眼睛的一个光泽度呢反而是这三款里头呢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弱的，那总和对比来说的话呢这一款的话呢由于没有之前的金属光泽的这个配色，这一个双面刃了啊，尽管它看起来机械感比较强，可是呢容易刮漆啊，以及呢有人觉得这个漆面的配色不是很喜欢，
觉得它反而看起来比较廉价。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这一款是没有这个漆面的问题的。再来它的关节各方面呢，也比先前的这个金属配色的版本的话呢，感觉要更加紧实的多。那以面雕来说的话呢，我是觉得眼睛的瞳孔有上色的金属配色版，是感觉是这三个里头的头雕，我觉得它应该是算是最好看、最还原到动画里头的了啊。那以分色来说的话呢，它应该是跟官方的模具是完全一样，是没有多做其他的改善的。那这一款这个金属涂装色的话呢，在这个配色上面的话呢，是有多做了一些功夫哦，像刚提过的小臂的这个部分。总的来说呢，这一款的话呢，主要呢还是填补呢当年没有能够收到粉红色领袖之证 F1 版 RC 的一个缺憾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